吃饭了，媳妇儿，吃饭了。嗯，能不能吃饭不玩啊？是至于吗？吃饭了，来了。哎呀，来酸辣粉儿。哎呀，来我分鸡蛋啊。嗯。你一个，你一个，来再给你一个。好嘞。哎，我一个，我一个。有鸡蛋，我分鸡蛋。哎，来鸡爪。我吃饱了，你慢慢走吧。老公，吃饭了。来了。今天这啥饭呢？都香着呢。这底下有好吃的，但是你得选，看能不能选中。都是咸的，整点玉米糊去。
啊，那你别动啊，我回来再选。来，给你冲好了。嗯，我冲了。你不喝了？啊！老公，吃饭了，快来。来了。你选看得见的还看不见的？看就看不见的，天天想套路我，我吃酸辣粉。行，你吃吧。一听里边就恐怖。哎，先来点玉米饼干。你看里边就空，你自己都吃上了。嗯，酸辣粉还是矿泉水好吃啊。吃饱了？吃饱了。哎，我有大闸蟹。老公，哎，吃饭来了。我给你糊的甜玉米，可好吃了，媳妇，你尝尝，快点。啊，老公，你对我真好。嗯，那我吃酸辣粉。老公，你等着，我给你个惊喜。啊。啥惊喜？你。老公，看我给你买的大烧鸡。哎呀，吃饱了。